李阳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军，当炮声一旦炸响，敌对双方就只能拼个你死我活了。是谋杀，马上停止屠杀。将军，您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什么？您被解除了指挥权？是吗？谁有权利解除我的指挥权？是我，阿德里安将军。是你呀，司机潘。我已女皇陛下的名义解除你对部队的指挥权。胆大妄为！卫兵，在，逮捕司机潘。司机潘，你这是哗变！我们都有机会向女皇陛下和公爵做出解释的。不过这支部队从现在开始起服从我的指挥，请吧。
风台转移，快，不要停留，通过奥奇峡谷，快！是未能避开一场残酷的搏杀。阿德里扬将军突然被女皇解职，由斯捷潘率领的哥萨克军团向图尔扈特人发起突袭。两支都是铁骑，双方都很善战，况且在乌发展开的峡谷里遭遇，战争因此异常惨烈。如果不是舍楞在关键的时候出奇制胜，也许我们前进的脚步已经被阻断在这里。数的族人倒下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所能安慰的只有他们的灵魂。越是临近故乡，战争越是惨烈，那些倒下的战士该带着多大的遗憾，他们只能由宗亲带着自己的命牌回家了。
此刻，我和阿德利扬都在悔恨。奥秦峡谷之战原本是心照不宣的放行，却变成了惨烈的屠杀。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脸上孤苦无告的表情，让人多么痛心。这超乎寻常的、混乱在一起的哀鸣，叫活下来的生命颤栗。就像是混乱的马群、牛群、驼群、羊群，孤独无靠的小神灵疯狂地寻找失散的妈妈一样，那种哀鸣叫人撕心裂肺。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是在拯救图尔扈特，还是屠杀图尔扈特。阿德里扬将军，我把
事情到今天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还有啊，哎，我见到好几个孩子啊，他们呢都没有了恶疾，哎呦，那哭的呀好可怜呐。你说这孩子这么小，哎，这冬龟要不是冬龟呀，这些孩子就不会没有了恶疾。这没恶疾的孩子那哭声啊，让我听着心好疼啊。我呀就去把这些没人照顾的孩子，哎，我全都给召集过来，让他们跟着我们走。我把这些孩子都带过来，可是我一回头啊，你猜怎么着，咱们家的牲畜啊差不多都走丢了。哎，哎呀，你哪能找到孩子？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财宝。哎，他们呢可是我们土尔扈特人的未来呀。我看见几个贵族啊，他们舍不得他们家里边的那些财宝，可是他们为了逃命呢，就把那些什么珍珠玛瑙啊，都装在自己的身上。哎，这个面对要杀他们的人呢，他们就拿出了这些珠宝换他们的性命。你还别说，真灵，那些人还真没杀他。这些胆小的贵族啊，那都是些坏人，自私自利，浑身那都是臭气。你看他们以后啊，要是没了钱，我看他们怎么走。这人在世上啊，还是没钱财的好。我听说呀，咱们宿营的地方啊，那原来啊，可是一个特别大的湖啊。可是后来呢，这水呀、啊、是越来越少。哎，还听说呢，这湖里边还有湖怪啊！有人看见这湖啊，他就发抖，还看见湖怪啊慢慢的升起，还能听见他喘息的声音。哎呀，那真是太可怕了！还听说那个湖怪呀要慢慢的爬出来。哎，那些贵族们呢就跪在地下求罕腾格里保佑他们。哦，那不是湖怪，哎，是一种地气，它还会继续变大呢。是这里啊，常年没有人烟。哦，是、啊。他见了人呢、啊，就会高兴，就会鼓起来欢迎人们的到来，是欢迎我们土尔扈特人呢。我就不害怕。哎，我们呢该告诉胡怪，土尔扈特人来看他们啦，叫他们不要张开他们的大嘴，对我们不友好。我呀，跟他们说，咱们不用害怕。哎，那狐怪呀，听得懂我们说话。哦，后来呀，对对对，好多人呐，都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哎，用手啊敲打着大地呢。对，几个贵族还朝湖上开枪呢。哎，什么事儿啊都能过来，太阳一出来，大地又变平坦啦。哦，好，说得好。哎，我想这真是啊，罕腾格里在保佑我们土尔扈特人。哎，大叔，这天这么黑，又看不清楚，这么多人，我怕是收集不全了。是啊，天太冷了。来吧，孩子，来暖和暖和。大叔，你还是吃点肉吧，在我怀里揣着呢，还没冻硬呢，您吃点吧。不了，孩子，你吃吧，还是你吃吧。啊，我也不想吃，您吃吧。哎，不不不，孩子，你吃了它，身子会暖和起来的啊。哎，现在还冷吗？太冷了。哎，再吃点啊。哎，我们还是为他们超度吧，用我们的安魂曲送他们的灵魂回家乡。爷爷，你说他们的灵魂能回去吗？能，一定能。棒棒儿，棒棒儿，你为什么躲着我？我们回去吧。现在不行，我要给韩王的马备草料。你先回去吧。韩国有很多人不走了，我想你是不是也要留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好吗？你是应该考虑留下来再往前走，你的家乡就越走越远了。我才不会让你走呢。不干了，放下。给我你给我
应该和图尔扈特人告别。我要你留下来。什么？我要你留下来。你，查拉米亚，你说，你要干什么？为了我，我要你留下来。你说什么？这不可能。你不留下来，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有什么事就告诉我。我不想说。不想说？那你就不要再来麻烦我了。你敢这样对我？我看，你还是快点走吧。我就是要你留下来。别在这烦我了，我就是要你留下来。你，我要你留下来。你别犯傻了。我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不能留下来。我要你留下来。哎呀，这里不是我的家。留下来，不要你留下来。我留下来。我在这里没法生活，我必须得走。查拉米亚，你要留下来才对。别理我。我的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啊？听我的话，不要老幻想着跟着我们，这离你的家越来越远了。查拉米亚，查拉米亚，别哭了，你听我说，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吗？查拉米亚，你等我把马喂完，我就陪你回去，咱们慢慢的说好吗？查拉米亚，不要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好恶心呐！你，查拉米亚，你，查拉米亚，上帝啊，我是为了什么？班巴尔不可能不往前走，我呢？我回不了家，谁来救我？我的孩子，帮帮我，我该怎么办？你说吧。现在图尔扈特人面临着绝境，你后悔过吗？你能不走吗？再这样走下去，我都有些害怕了。哦，当初不让你来，现在你没有了去路，那你只能留下或者往前走。看见那些贵族们丢下的财宝不能带走，我高兴极了。为了逃命，他们和我们百姓一个样子。邦巴尔，我们不走也能活下去，你和我就留在这里。我们有孩子了。啊，你说什么？孩子？对呀，孩子他是你的，我们应该高兴。从今以后你要对我好，我是你的女人。完了。你说什么？我们完了，我们俩触犯了东归法典，要遭到极刑的。这不可能，我们没有错，我是你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有孩子？我去找韩王。你就别傻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要想办法把你送走，你必须离开，你要活着出去，听我的话，你留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不，我不能离开你，我要留在你身边，如果你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起到东方去。我已经想好了，我们的孩子他不能没有爸爸，我不怕了，我不是你们图尔扈特人，你们的法典对我没有用，我是自由的俄罗斯人。孩子，你要为我想想办法，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只能跟他一辈子了。反正图尔扈特人到哪儿我就跟他到哪儿，我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他才答应我跟你们一起到东方去。你说出这些秘密，这是要触犯扎尔固法典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巴姆巴尔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可我是一个女人，我们在一起不可能没有孩子。我想告诉你，我是想得到你的帮助。你别说了，你要帮助我。当我知道你们的法典规定后，已经晚了。你们在冬归期间要求部族百姓们三年之内，人不增丁，畜不产子，若有触犯，处以极刑。可我不是图尔扈特人，我是俄罗斯人，不该用你们的法典对待我。而且，我也不能离开邦巴尔，他是我的男人。我需要他，他走到哪里，我就要跟他到哪里。别傻了，
你这样会害了巴木巴尔。你现在只有离开他，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才能活下来。你快走吧，别跟着他，那样你们都会死的。快走吧。不，就是死我也要跟着他，我离不开他。你们都走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真的不需要他，帮帮我，我求求你了，好吗？那你就只有去见韩王，去求韩王了，因为你是俄罗斯人。我想兴许韩王他会宽恕你。不过，这事儿说起来，至于巴木巴尔，恐怕是难逃惩罚了。哎，查拉米亚，你要去哪儿？哎，查拉米亚，你不该出来，叫人看见怎么办？听我的话，你要回去，我这是为了你和孩子。查拉米亚，我要去见韩王。你应该回去听话。他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知道韩国的法典任何人都不能改。我要告诉他我们不走了。接触这封信的内容了。对的，
您说的不错，女皇这个时候给您写信只是为了一件事情，我说的对吗？其实你很聪明，怎么就落到这样的境地呀？哎呀，只能说沃巴西更聪明，努尔阿里汗。可是他马上就面临绝境，冲破我的防线那是不可能的。俄国人和暴风雪已经消耗了他们的实力，进入死亡沼泽那几乎是自取灭亡。放心吧，贝克多夫先生，也许沃巴西会听我的劝告，带领托尔霍特人返回伏尔加河。如果他拒绝呢，努尔阿里汗，那怎么办呢？我这是好意，他应该听得进去。我不希望用武力把托尔霍特赶回去，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如果沃巴西用某种方式打动您，获得您的通行许可，我的意思是比方说他们会给您一些好处，那又该怎么办呢？别克托夫先生，这么跟你说吧，俄罗斯承诺的好处是托尔霍特人远远达不到的。韩王，现在我深信托尔霍特人的东归之路将结束在您属下的这一大片哈萨克草原上，是这样吧？那你就留下来见证这一伟大时刻吧。来。韩，我们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你们看，我们的后面是凹琴峡谷，前面是哈萨克领地努尔阿里的大军团，而这一侧是有名的沙拉乌逊大草滩沼泽地，如果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逼近这120俄里宽的沙拉乌逊草滩沼泽地。这差不多应该是我们托尔霍特迁徙以来所遇到的绝境。如果死在沼泽地里，还不如和努尔阿里决战。努尔阿里联合了中战哈萨克的军力，做了充分准备，要突破他们的防线很难。现在我们又失去了两个鄂托克的士兵，不补充兵力，重新集结，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战场的形势努尔阿里也很清楚，他绝不会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他要趁我们虚弱的时候发起攻击。舍楞将军，你了解沙拉乌逊沼泽地的情况吗？我只知道穿过它就可以绕过哈斯克草原，可是没有人能说清楚它究竟有多大。听说里面遍地泥泞，气候变化无常，还有厉害的瘴气毒虫。还有人说那里的水喝了以后就会中毒，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人敢走过。韩王，小将哈萨克汗给您的信。嗯，努尔阿里信上说，只要我们答应返回俄罗斯，他就停止攻击，而且向女皇担保赦免我们的罪行。土尔扈特人如果走回头路的话，那每迈出一步都会碰撞上亲人和同伴的尸体啊。他明天一早就要答复，否则将发动全面进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绝不能用后退的脚步去惊醒那些为了前进而牺牲的人。现在落在后面三个乌鲁斯，就是说差不多有10000多强壮的图尔霍特士兵不能参加战斗。哈萨克人明天要发动进攻，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是难以抵抗的。哈达的乌鲁斯什么时候到？至少得3天，我已经派人催促他们赶快过来。如果我们争取到这3天，也许还有取胜的可能。或者进入沙拉乌逊沼泽地。进入沙拉乌逊沼泽地，我们还有生的希望吗？沙拉乌逊沼泽地也只是听说呀，还没有人进去过。舍楞将军，您说过一句话，只要走过去路就在脚下。如果我们走不出沙拉乌逊沼泽地，那踩出的路就是死路，
会把更多的人带向死亡的。只要有一线的希望，我们就不进入杀了乌逊沼泽地。韩，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明天和哈萨克人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图尔扈特人会得到苍天的帮助取得胜利。假如明天作战，图尔扈特人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除非努尔阿里主动放弃进攻的机会，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哈萨克人与图尔扈特人的战争是俄国女皇一手策划的，努尔阿里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我们图尔扈特人愿意返回伏尔加河。每个鄂托克仍然做好明天作战的准备。韩王，请通报娜塔莉亚公主，我要见她。韩王求见娜塔莉亚公主。请韩王进来。请。韩。娜塔莉亚，你知道吗？从图尔扈特人向哈萨克人发动偷袭的那一刻起，你就再也无法回到俄罗斯了。你的背叛会震动整个俄罗斯，除非你愿意死。我本来不想选择，可已经无法回避，因为这不仅是图尔扈特人的事情。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图尔扈特人成功地摆脱了俄罗斯的控制，弱小的图尔扈特汗国战胜了强大的俄国，这对弱小的国家是多么伟大的启示啊。我巴西海，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俄罗斯人。我急于想知道您到底是谁。我出生在俄罗斯边境的一个小国，我的真正名字叫玛利亚·波尼亚托夫娜，我的哥哥是国王，也是一位诗人。